前几天我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长笛姐姐的创作，开头有一段呢好像很适合做成 EDM， 我就把它做成有点 Avicii 的风格。先把拍子调快一点，把主旋律用钢琴弹出来。EDM 的话呢，需要再跳一点，再把合成器加上去。再加更多的合成器。加一些小提琴，加个 bass， 然后各种鼓，最后再加一大坨效果器，就会变成。